不等朱婷了，恭喜蔡斌，中国女排喜获1米91重炮手，林颖最佳对角现身。大家好，我是老九，欢迎观看老九聊体育。中国女排正在积极备战杭州亚运会和奥运资格赛，世联赛拿到了亚军，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非常重大的鼓励。所以接下来中国女排队伍也是希望再接再厉，在杭州亚运会上去争取拿下冠军，同时更要提前锁定巴黎奥运会的参赛席位，打好奥运会参赛基础。不过对于亚运会，不少球迷仍然是非常期待朱婷能够回归，有了朱婷就等于多了一层保障。但对于朱婷来说，目前已经是续约了意甲联赛斯坎迪奇球队，所以届时能否参加亚运会还是个未知数。不过近日对于蔡斌来说也是迎来了好消息，中国女排近期又一位巨星级人物强势崛起，未来有望成为中国女排主攻位置上的新星接班人，也可以不用非等朱婷了。这位1米91的重炮手就是在大运会的比赛中率队打进四强的吴梦洁。吴梦洁本届比赛表现出色，在中国女排大运队当中绝对是头号球星。与捷克队的比赛中，吴梦洁17扣11中，还有3次拦网，贡献了14分。之前的比赛更是有过单场20加的得分战绩。所以说吴梦洁再一次实力凸显的表现，也让蔡斌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，相信接下来也会获得蔡斌的提拔重用，新周期成为李盈颖的最佳搭档，从而支撑起中国女排的主攻线。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